1991年拍摄《逃学威龙二》，和周星驰擦出爱的火花，但因为周星驰不愿公开恋情，朱茵隐忍长达3年之后，传出周星驰劈腿背叛，朱茵情绪崩溃，决定分手，不愿再听到周星驰的名字。那个时候我大概有2-3年是完全没有男朋友的，你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去把自己的所有的之前的浓啊血流走以后，你要重新去爱自己。不过最近朱茵似乎放下了她和周星驰之间20多年前的恩怨情仇。她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对于好的作品她不会拒绝，松口不排斥与周星驰再度合作。其实我不介意跟任何人合作，只要我有机会发挥我喜爱那个角色跟那个剧本。朱茵担心被误解，又说她已经找到了灵魂伴侣，又何必在他人身上多费力气。朱茵在2012年和黄贯中结婚，隔年生下可爱的女儿。她不时在网络晒出女儿的成长过程，分享做母亲的幸福。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，我爱你。20多年前与周星驰的一段情，随着时间过去，似乎已经抛在脑后。记者戴律综合报道。